吃点羊，吃点羊。好了，开始挖。待会儿想上想下呀，来。这个离得有点远，你挖着。哎呦喂，出来了。哎呦，走，我提着桶啊，走，工具在这儿。盐化不下去了，开挖，上次挖的太快，这个有水，哎呀，这正好两个那感觉，好。嗯，我不知道呗，来吧，盐化不下去了。二哥又中招了，你看二哥盯上啥了？小心！我去，站一下！哎呀，我的天！你看他这个几米高。哎，别着急，哎，鼻子呢？就不好弄了，完美！我的天哪，搁着一个，超级大，这么大，还有三个。好，继续找，我拿下桶看一下。桶太小，鼻子老掉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鼻子都掉了。没事，不行了，吃，别了。我的天哪，继续找，这边，我们的那个大铁锹还在那边放着。你他想溜，他没反应。称王吃盐是没反应的啊，大家。要吃盐能出来的话，二哥就翻盘。来，我刚说完。别，他自己出来了。哎，肉呢？肉在。我刚说完，让他出来，自己要出来，他就自己出来。这就是一个称王呀。摸点吗？就是没摸着它在哪儿，这是个问题。二哥开始刨坑，确定好方向，他的方向往那边走。这个有点让我转碎了。没事。啊！哇，今天这个厉害了，二哥累成啥了？累啊！这儿有一个货，你看，出来！哎呦，离远点，攻击性太强。哎，这个没反应，没反应吗？疯了！杀了他！慢点，攻击性太强，这些家。哎呦，你别碰！你看你把铲子扔到哪儿去了？那个铲子，那个铲子扔到这儿来。行，看这坑都被二哥挖成啥了？咦！我去，跑哪儿去了？哪边呀？我不知道呀，你离远一点，这攻击性太强，你那衣服都是被他给滋湿的。哎呀，那边这个铲子，我来了，把这个铲子。
拽碎。这会儿都到这会儿了还想跑，来，看二哥浑身这水都是冲往自己要发财、啊、发啥？发财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，真的是要发财了，看这是两个啊，你要把那两个捡了，我的桶来在后边，三个。哎，我就找了一个猫耳朵，你这就又开始了。这是这头的啊，另一个沙滩的，另一个沙滩的，你看看看看屁股后面，还得跑，小心鼻子，你别怎么拿，你从鼻子拿着，那你放，那你放，那你放，你怎么拿容易掉？走，这么大毛干啦，来，给你洗洗澡，拿点水，把这个稍微洗一下，来了，情况，等他啊，好。嗯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我看到那鼻子那顶着，你看，他把那个盐巴顶上来了。有的沙子都干了，我天哪！操，他你不好啊，他不好跑。不是他好跑，他提前把洞打好了。这沙太硬了，费劲了，半天了，不好弄啊。来，我们想办法弄。他这还有点水。底下哈，嗯，得把它抽出来呀、啊。哎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是鼻子掉了？应该没有，缩进去了。那就缩回去了。嗯，没。这还有一个。我的天，搁我手拿不下了。这，把这个拿了就 OK， 然后再给他整啊。哎呀！好了，我干，我先放桶里吧。哦，来，你走。啊、大毛格，走，找桶去。我以为是个壳，你看那肉，肉在外面。啊，走。这就是一个河道，退出来了。出来吧，哥们儿。你走慢点，我没手电筒。回到家看收获了，还剩一部分肉呢，洗一下，放进大盆里，得给我撑完空出地方来呀、啊。这可得慢点。必须得慢，那得稍微洗一下，稍微洗一下，把上面的沙给洗一下，一定得轻轻的，慢慢的。也不知道今天有多少，四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，现在这超大，这个哪个我觉得都超大。耶，要跑了。